欢迎收看 PS 玩乐 DNA We All Play， 欢迎今天的来宾陈一，欢迎。Hey, 大家好，我是陈一。好，陈一最近是在帮忙转播中华职棒，对，在麦卡贝的爪 TV。那等一下呢？因为是棒球的主题嘛，今天会跟我们一起来玩 eBaseball Powerful Pro Baseball 2020，有点长。对，念得很顺哎。对，还可以了，还可以。那就是一样要问一下嘛，因为我们是 PlayStation 的节目，那再就问你一下 ，PlayStation 里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呢？哦，我玩 PS4 是因为我哥哥有，然后呢，我每次都会去他家玩，然后我们都是一群人一起玩，所以我们都玩就比较说多人可以玩一些游戏，就对，对，像是 Overcooked 煮过头，然后又玩过《侠盗猎车手》这样，都还蛮喜欢的。哎，喜欢的类型还蛮跳的，开车两个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 ，OK，好，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玩这一款游戏了哈。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今天呢有个特别的影片，我们请到特派员凯凯带大家到这个 Ubisoft 看看那个最新的媒体试玩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会秀出来的影片是《看门狗自由军团》的影片，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的影片。耶、我是今天 PS 玩乐 DNA 的特派员凯凯，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Ubisoft， 我们今天受邀来抢先体验试玩这个许久没有大作的刺客教条维京纪元，还有这个看门狗自由军团，超期待的，我们赶快进去体验试玩吧， Go！ 我们先欢迎今天的解说员 Sunny。你好害羞。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做《看门狗自由军团》。对，那凯凯想请问你，之前有玩过《看门狗》吗？我有看朋友玩过。因为我本身对于这种游戏又喜欢又恨，因为它自由度太高。就是它那个男主角不是可以拿手机去骇客任何的人事物吗？开放世界。对，开放世界，我有时候会不知道干嘛，所以我就很喜欢看朋友玩。那这一代就是这些特色都还是存在，那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它这一次变成可以选择场上所有的人，招募他成为自己的议员，所以路边的老奶奶也可以了。对，哎呦，那路边的小狗可以吗？小狗不行。所以其实你看到的人都可以使用。对，没有错，就是你要完成招募任务，他就会成为你团队的议员。太好了，迫不及待，我们现在来试玩看看吧。他们现在要调查，就是这个伦敦爆炸是谁嘛？然后他现在接到的线索是这件事情可能跟什么一个叛变的警察有关系这样，所以对，想要去调查这件事情。他们要找的人不在，那他刚刚是说，你可以就是去得到 CCTV 的 access， 就是你可以取得监视器的画面，这样，然后他可以重建那个 AR。然后这边你有两个方式，对，你刚刚这边是锁的嘛，对不对？对，那你可以一个是它红色这边，你可以去解锁它。那可是你这一只角色刚好它的特色是机械蜘蛛，你看左边这边是有个洞，哪里？这边有个洞，你可以召唤你的机械蜘蛛，然后你就可以从他丢了心不甘情不愿哦，然后呢 L1 那个蜘蛛 L1， 然后 Hack 三角形。它不是我的，还要 hack 一下。你就进入这个机器，你就可以操控它。懂哎，帅。对对对，好帅。然后这样，太帅了吧！重建那个事件。他现在把这台车上、这台车的路径上的 CCTV 监控，所以你可以跟着这台车走。他会开始开，右转，就跟着他就对了。他有类似导航的线吗？还是他可以 auto drive， 可是 auto drive 就会很慢，因为他就会遵守交通。对对对。这里你得闯进去，但是它是红色的嘛，所以它就是限制区，你进去就会被打。对，那你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一个角色，你如果把你的选单交出来。然后到 team， 对，然后如果你换成工人，因为他身上穿着工地的制服，所以你进到工地，你只要行为举止比较诡异的话，他就不会来打你，他就不会主动来打你，对。
所以这是他这次的一个特色，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换人。对，你正在被打的时候不行啊。OK， 安全的时候就可以。对，你看你这时候，因为你是工地的人，他就不会来打你。可是如果你用跑的，他觉得你很怪，他就他上面有个侦测条，他觉得你很怪之后，他就还是会打你。他跑步特别慢的这个工人。你刚刚跟他打架。哦，他一定。那我现在怎么办？你现在可以想办法不要被打死。超多地方被打嘞！为各位示范这个如何引起敌人的注意。他跳得好大力。啊！啊，好痛，快死了！然后你死了，你就会暂时没有，也不算死啊，对，反正就等于是被抓了，对，你就会暂时没有办法用这个人。我们刚才主线任务体验到差不多了，但是这一代的看门狗只有军团的特色就是可以招募你所看到的所有人。对。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好不好？好好好。来，所以我要怎么样去找这个人？谁都可以，路上走的所有人都可以。哦。看你觉得哪个人有趣，或是。所以你可以，因为你可以先 profile，你可以先看他的个人资料。例如说这样子，对，他就会告诉你他的职业，然后下面这个啊，就是他请问一下，他有 Google 翻译吗？我可以帮你翻译。所以他的技能是， okay, okay. 所以这个人他是一个骇客，然后他的功能就是他很会骇东西，然后他可以电击东西还是人，我不是很确定。key steal， 然后他可以可以偷钥匙，然后这个人是一个演员，他有名，所以你在 public， 你在一般地方都会被大家发现这样。然后那不是很不好吗？如果刚才在那个工地潜行的话，就哎，他是艺人，他是艺人这样子。不是他的意思，应该是你一般在路上，人家可能会一直看你，因为是艺人。其实不是绿色人，你也可以招募，只是他可能要破的任务会比较多一点这样。所以如果假如说我要选他的话，可以，他就是一个扫清洁工。然后他的功就是特殊的技能是，他可以在被人家应该是被追的时候会比较好躲藏，所以你现在想招募他？对，我就招募他。OK， 按三角形 ，D profile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深度资料，他连他的 schedule 都告诉你这样子。所以每个路上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看？对。反正他被现在被两个组织，这两个组织都在监控他。然后他现在这个任务说，那你要去算是进入到这个地方去解除他的监控，不是对不对，去了解他为什么被监控，就他是谁，他为什么会被监控。这边是限制区域，你会被打。好像还好。Oh my god！ 哎，这么多人。Oh my god！ 由于我能力的关系，招募不到新人，所以招募新人还是要有一定的任务。对，他会有几个任务要破，这样，因为你要先说服他，然后去调查他。对，因为基本上 DeathSec 现在是被大家诬陷嘛，所以等于是你要把一个人招募进大部分人觉得是不好的组织。我觉得这一代我绝对会先入手。因为我上一代入手的时候，我觉得他自由度算已经很高了，但他这一代呢，你看到路边的人都可以去招募他，然后你甚至可以使用他。而你刚才看到的清洁工，他可能也是一个被军团利用的人吗？对 对。被坏人利用的人，然后你只要去了解他，然后去把他过完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去操控他。今天谢谢 Ubisoft， 让我们来体验这个看门狗自由军团。谢谢莎妮啦。PS 玩乐 DNA， We all play。好了，我们感谢特派员凯凯的示范。凯凯好像有点苦手哦，对于战斗的部分。看到画面都是他死翘翘。黑汉字也有玩吗？对，我也有玩，我有去试玩。其实会死翘翘还蛮容易的。对，因为他那个游戏，我觉得他很酷，就是刚刚影片里面有讲到嘛，就是。其实你可以当所有你在街上看到的人，就算是一个阿嬷或者是一个工人或者是一个警察，都可以。然后就是可以去招募他，
那他可能会说啊，我想要有个东西，你帮我做，那你可能帮他达成之后，他就会变成你可以使用的角色。那阿嬷可以干嘛？就阿嬷的能力就不一定是什么，有一些可能是他有一个什么小机器啊，或者是阿嬷好像没什么能力，他就帮你开某一个七大楼的门这样。有可能，就是像我那天玩，我觉得用的最顺手就是工人。因为他们身上就有带扳手哦，开什么都很方便。不是，你可以直接敲人家头。对对对对，像棒球选手来也可以、啊。就是有一个任务，他刚好在工地、嗯，所以呢，如果你找工人去走进去的话，就不会奇怪。嗯，就其他工人就不会觉得说，哎、欸，你是侵入的这样。哦、然后我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走到对的地方，就直接拿扳手把他敲死这样。对，就是你可以用很多特别的方式去玩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这算是。我自己玩这么多游戏以来，算是最特殊的一种体验吧。因为大部分游戏都会有一个主角，嗯，然后你玩那个的时候，如果你正在游玩的是一个阿嬷，那他的主线的动画过场干嘛，就都是那个阿嬷。哇，就是阿嬷可能还会拿那个手机就接任务，好特别哦。对啊，就是讲什么消息，然后跟其他的组织成员。交头接耳，都是一个阿嬷、哦，那很有趣哎。对啊，我觉得我应该很多时间会花在就在路上找對對對找一些有趣的人，對對對對然后看他的个人资料。然后他们都会有，他们有一些人是比较容易被招募的，嗯、有些容易是有些是比较难被你招募的。比较难是他任务比较难吗？应该说他自己本身的倾向比较难，他、哦、比如他本身的那个立场，他就是不喜欢这个。骇客组织的话，他就比较难去招募他。哦、你可能就要是的确就可能要完成更难的任务才能招募他。可是那种就通常比较强，比如说他是警察或者那种他是有枪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大强大的战斗能力的那种就会很难招募这样子。嗯，好，那你们叶子这样子看，还有陈毅这样看，会觉得？有兴趣吗？还是我蛮喜欢他，就是可以用那些小道具，什么机械蜘蛛啊，那些，对，很多、哦，很可爱，就还蛮多变的。而且因为他可以就是控什么摄影机啊，然后电子锁、电子门，所以其实他进去一个空间的，他不一定是要很强硬的，就是枪战打进去。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自由度就是这款蛮特别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他剧情很科幻，对啊，很特别。很有那种骇客啊，然后近未来啦，就不会说超级科幻，但是就是很酷。嗯，他那个工人，我记得还有一个，他可以直接放一个飞机，然后自己站上去，然后在那边飞来飞去。啊，飞机就是类似无人机、哦，但是很大台。他站在上面，但是他可以站在上面，然后用遥控把自己飞进去什么地方。哦，虽然你一飞过去，里面人看到就直接开枪打你，但是就还蛮好笑的。哦是哦，对，蛮好笑的，还蛮有趣。OK。好，那今天呢，看完影片一样有好康礼要送出，就是呢，我们会今天会送出，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看门狗自由军团的棉梯，哇，这么大的，这是棉被吧？全部叠在一起了。OK， 就是这样子。哦，好好看哦，蛮帅的耶。那么这是这个游戏舞台是在英国，然后呢、对，这就是他们的那个图案组织的。就是 Watchdog Legion 这样 ，OK， 我们会送出两件，然后呢也还有这个 Ghost of Tsushima Gekiga 的这个，就是这个之前有秀过这个海报，漫画型的海报这样，这也好帅哦。一组是五张，然后呢我们会送出两组，好不好？好，所以呢今天的奖品算蛮多的哦。我们现在看一下问卷之卡。好，一样好，只要到以下问卷位置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抽到好康礼。现在我们的连结已经非常人性化了，你甚至已经可以打好下一集的问卷连结了。好吧，我们输入一下，或者是 QR code 扫一下就可以填咯。那问卷里面呢，因为奖品很多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要偷问一下，就是本周五7月17号有哪一款大作要上市？这好像上个礼拜也问过的，很期待、啊哦。对哦，对哦，上礼拜好像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哦。但变成这一周，因为真的快要了，要来了，要来了，真的是 coming。好吧，这个就不提示了哈。好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提示的啦，就是那个什么鬼的啦。什么鬼的？听起来好像在说，就是那个什么鬼的，只能提示到这边了。好 ，OK， 我们前面这些影片的活动介绍完，要开始来玩游戏了。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 eBaseball Powerful Pro Baseball 2020。嗯，那其实就是实况野球系列了。如果台湾的玩家比较
记得的是这一个名字这样子。那它是 Konami 就是1994年就已经推出的作品，所以已经二十六年了。然后呢，有几十款作品，因为它有很多，它有本片啊，也会有一些就是类似外传的作品在，所以已经几十款。那里面最有特色就是它的人物嘛，就是头跟身体都是一样大的，然后呢，然后手跟脚都分离这样子，就是很可爱的造型，一看到就知道是这个实况野球系列的人物这样。那这一次的标题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它是 eBaseball 嘛，它本来就是只有那个 Powerful Pro 而已，它这次加了 eBaseball 这件事情，是因为 Konami 想要开始推广就是比较电子竞技一点，所以把它变成就是希望可以变成一个项目。那这一次呢，像日本日本职棒日职里面有12支球团都有这个游戏的电竞选手，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举办比赛，然后呢他们的电竞选手就也代表了那一支日职的球队去玩这个游戏去比赛这样子。那游戏以前来讲，我自己的经验，我印象中以前来讲比较多可能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有经营的部分，有比如说球员资料的部分。那这一次他们这次也在这个细节上也是做特别加强，比如说像球的出速尾速啊，然后呢打击也有不少的方式啊，就是在这个游玩性还有就是细节上就再加强了一点，因为他们可能要竞技化嘛。好，那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来吧，好，那要麻烦陈毅帮我们好简单介绍一下喽。因为这一款呢是我从小时候就有玩过，所以我对这个游戏就是不陌生。OK， 那它这次呢，它的游戏模式其实有十几种，很多种。像是我们看的第一种啊，它就是你要当日本球队的球员。对。然后第二种就是日本职棒的球队。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玩的东西，所以我等一下再介绍。那第四种呢，就是东京奥运2020，它呢就是进去，然后你要当日本的代表队，你就要跟其他的国家打，也可以跟中华队打，对，就是可以当日本队，然后这样子。对，这也是这次新增的模式。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一款我也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它是高中的野球，然后他们想要争夺甲子园，对，所以这款我也蛮特别的。然后我今天要玩的是这一款第三款，然后它有，这次呢2020它主要是可以加入有四个人一起玩的，对，可以跟朋友家人，就这一款才有可以一次四个人。那它另外一款就是如果你有 VR 的那个东西，你就可以用 VR 体验，然后第一视角去打击，我也觉得蛮酷的。然后我们今天就要来三个人来 PK， 是不是？哦，这么快吗？放弃，他从小玩到大，打不赢。对，怎么打？没有，怎么打？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厉害，没有到很厉害啦，我很怕被打爆。好像还不错。没有，他在谦虚了，第一名不敢输。是因为你们比较常打电动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快就能上手了。好的，然后我们先点选进去。我们是对战模式，对不对？对。我们这边是我跟六探二打一，对。对，因为他又可以四个人玩，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一对，然后跟我一对。哦。对。OK。二打一，然后这个有很多种，它就是像是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玩的四人对打，你就按这个 ，OK， 进去。然后还有分这个是两人对打，然后三人跟四人。那我们今天是三个人，所以我们就按三人。好 ，QQ。然后他这边有写说，第一个是新手的，就是最简单的模式。然后最难，然后最下面第四个是最难的，他需要更难的控制。对，所以如果有些对，如果观众想要玩的话，可以想要更难的体验，可以玩这个。那我们今天玩是第三个。我以为是新手，我以为是新手。okay, 你们一定可以的啦，就玩第三个。OK， 然后我们就来开始选队伍。哎，我是哪一个啊？我是一批，对不对？你应该是。哦，好。我是一批吗？应该是，因为刚刚对，我是一批队。OK。好，然后你们两个就一队，然后就可以选你要哪一个。你想选哪一队？
看图案就好，没关系。那我先说好了，有些台湾选手也有加入队伍，像是呢、巨人队这个 G 的，它里面就有杨代刚，杨代刚在巨人队，然后还有这个是 A 火腿队在这里，火腿日本火腿队，然后他是王柏荣，北海道，对，然后还有乐天队，乐天呢是宋家豪。对，所以有里面有很多就是台湾的选手。吃火腿好了，我喜欢吃火腿。好啊，好啊。好，那你们可以选火腿队。我想我要选什么？选个我是虎牙，那我选个板神虎好了。汉姆 ，Fight Pass。对，圈圈决定。对 ，OK。OK。然后按这个。好。哇。对，然后这个呢比较麻烦一点哦，就是我们因为它现在是我们的先发打序，我们可以按第二个来变更它哦。对，就是看你觉得说，哎，谁要来做变换之类的哦。如果都不认识日职球员的话，基本上按适合开始就可以。对，像你看他觉得他这个哭哭脸，哭哭脸就代表他一定是不好，所以我们要来做个变换。然后他什么不好？心情不好。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心情不好，心情不好。那像那个是小王，我们就来跟他换，可能晚上太累了，然后来做兑换，没吃饱。他这个，他就上面有写出他的手背位置是外野，所以你就要找个外野的来跟他对。而且他外野好像都不太好哎，他这个感觉还不错哎。版本他是捕手，他是守二垒哦。来，再换一个好了。看来你的队伍缺乏了。对啊，好啦，就是外野好，再换好、哦，我就这样子了。因为真的跟以前很类似。对 ，OK， 那、你们也可以做个兑换。哦，我们应该这样就差不多了吧？对的，那个。而且你们第五棒是王柏荣哎、就是台湾的选手。不错哦，他是指定打击、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的。就是发誓吧，是。我们今天是，五局，这个，打五局，打五局，我们来做变更，打五局，三局怕太短，好，五局 ，OK， 好，开始了，五局 OK 吧，好 ，OK， 非常 OK， 开始，我们可以打九局这样，直接打到回家，圈圈，打到回家，对 ，OK。哎，我们在北海道，哇，好可爱！火腿队跟阪神虎队，大家都很 Q 哎、，Q 版，可爱，超可爱，而且观众好多哟。这是你们的投手加藤贵之，主播很认真在播报，没错。现在是谁在投啊？哎，是我在投哎。对，他哦，应该就是一个投手，一个是负责投，一个负责是手背啦 ，OK， 我应该在外野，然后你可以按，我们会轮流投球。哎，你们状态很好哎，我要先打是是，省一点力量哈，等一下再来投。我要先打击了，不要来个太难的球，我怕我打不到。好，有了，你是在故意？哎，去接，接完，没事，没有，在界内，在界内，界内啊，对，哇，尴尬哎，我上一垒了耶，哇。哇，你还在那边？要记得接球哦。好。没有打到，漂亮。好，两号球了，我不要被三振。什么球？哎呀，三振，可以啊，被吊到了，可以。是你投还是我投？还是我投？还是你投？快球吗？好球，好球！天哪，我会打不到球啊！哎呦，界外，没事。幸运，直球对决。哇塞，很投哎，当投手哎，我很适合欺负别人。好，都直球对决。哎呦，再颗直球吧，再颗直球。好，有了。接到吗？哇，接不到，糟糕！再跑！啊！哇，上了 ！safe 吧 ，safe。我现在一三垒哦，然后两出局。好尴尬，早知道不要给你丢直球了。好啦，变化球，真的是变化球。擦球。
哦哟，可以，会了哦，接扎，结束了。会接，守住了，会接耶，哦，很刺激耶。好啦，现在是一局下喽，由我来投球。先随便念念。哦，好，应该是可以。OK。好，再一球。好的。好，练习完毕，热身完毕。可以哦。运动员前都要先热身。是我打吗？是我，这球是我。好。来喽！好。第九。投げました。哦。啊！接！不，是我，快离开那里，那里很危险。会接。换你了，应该换你，对不对？按叉。对对对，是你。好。第九。有。投げました。哦。140公分，再一次哦。好。看好了。你可以偷瞄上面有他的球路，很难打呢。啊！三振他，不好打。哇！换谁？换我。哎呦！哦，接到了，太好了！耶！再进一垒，爬起来，兄弟！二垒，可以，来不及，我已经到了。这二垒安打哎，舒服，太轻敌了我。什么？送你了？送不回去，我送不回去。哎呦！怎么会这样？直直的，比传球还准。现在二局喽，第二局喽，交给你。现在还是0-0。快球吧，好球。第二球，哎呦，找回来了，被钓到了。投球三球目，来个速球，加油！为什么都是口头球？他没得投球啊！我以为我们会轮流哎。投太好，不愿意下去。完了。投球これから二球目。有没有？不，快了，没事，一垒安打，二垒安打而已。哎，你是二垒手，原来，你应该没什么事做哎。有投。坏球，一坏。哦，哎呦，这很快哎，好一坏。全力直球，好吧。偷看人家球路。第三球を投げました。哦，快！不要！哎，安全！啊，可以！是。可以哟。第九。接起来！不要接！哎，是。接到了耶！哦，你是那个游击手吧？对，他是游击手，手背位置都是他。哦，好，王柏荣喽。融了。让我来融一下。还要再一个速球，是慢球。再一个，我要干喽，我要投喽。有打地，哇！哎呀啦！投到了。好，换我投喽。好。投到了。其实打击蛮难的，对不对？对。不，野手给我后退。哎呦！好险！我没有接到哎。有上。哇，他眼睛这么水亮。他眼睛都好大颗哦，超可爱的。你的棒子飞掉了。我打很红中哎。哦。哎呦！哎，上嘞！哎呦，上嘞！怎么那么快就上了？好厉害哦！
狂跑哎、欸！我应该投一垒，应该直接传一垒，不该传二垒了。可是二垒比较近是吗？我知道，我知道。第九，投げました。哎呦，直接。哦哦，哎、欸，他就是。哇呼 ！Safe， safe。满垒，交给你了。那完了，怎么会是我？交给你了，怎么会是我？我要三振哦，我要三振你哦。他再也不丢直球了。有进一分，一分，有了，没有，没有，已经出局了，刚已经两出局了，精彩了，我还哇哦，刺激，好，好险，守住了，哎呦，真的守住了，还是我丢球啊，哎、欸，还是两个要交换，对啊，试看看投球，丢球看，投球蛮简单的，打击比较难，哦好。这个要怎么样？投げました。我还被他吊到。坏球了，坏球了，好吗？好啊，原来是可以有四坏。哎呦，你四坏就保送了，我就到上一垒了。投げました。水啊！完了，吊死他！投没坏球？太小看你了，再来。好。哇塞！完蛋了，真的难打哦。哦，接球，去！哎呦，天哪！好险！哇，刚好打到一个中间，尴尬。界外。又是界外，漂亮。何家就两个好球，两个好球喽。哎呦，好坏球，好险没有触棒。好耶！好的变化球。第九，投げた。哈！哎呦，来了！接！我弄弄弄弄弄！哇，那是电脑！哇！三垒！哎呀，来不及了！一三垒！可恶！这两出局，危险！哎呦！初球空振りから第二球打ちました。完了！哎呦！哎呀，干嘛？回传！没了，来不及。一分。哇！刚我接到我就输了耶。对啊，你突然卡住了，还有一分了耶。Slow cap。有了。哎呦！界外。吓我一跳。来个速球。丢超快的啦。丢完了。好了，换我了。你现在是第三局了。我接，这里吗？哎、欸，你看那边是什么？小心！想骗我啊？骗不到。为什么我都打到这个 ？Hello， 好。哎呦！界外。初球ファウルから投げました。哇！球。接！哎！双杀了！没有，已经两出局了。哎、欸，还有哦，还有，我们在侧重双杀打的，王，快，哦，好快，来喽，红中，哦，接，完蛋了，为什么？你换武打了，就是我丢。会丢，他传了。最初のバッターボックスはセカンドゴロに倒れています。哇塞，他会打了吧？三垒，太嚣张了吧！好险没跑。哦哟，你跨步很跳到了，乱丢，很歪。我天啊！没掉到。哇！天哪，满垒了，兄弟！
怎么办？而且没人出局，还没人出局哎、欸，这是进攻大好机会，打爆的节奏。咦、欸，手上这一击，没事，没事，界外，界外。又又是界外，消耗投手体力。哎呦，好险！真的三振了。可以。外球哎、欸。第二球。第三球を投げました。野手加速也是 L1 R1 这样这样狂冲吗？喂，要吓我一跳！又跳起来。有了吧，有了吧，快跑！哎、欸，完了完了完蛋了！一分，我还是蛮累哦。太扯了，投手很喘了。哦，界外，他在喘。OK， 换投。可以，那我选一个在你投手交代。看节奏。谁可以？谁可以？左投加藤啊，加藤。加藤，好。嗯，他要换那个。哎、欸，等一下，我们原本投手在哪里啊？就是加藤嘛，对啊。哦，他看起来很爽、啊。对啊，他看起来很好啊。嗯、体力，包括那公文呢、啊？公文感觉很厉害。公文，公文在。嗯，有换到。没换到。然、oh, 后有了，换到了。对。哦。好可爱的走上来。不败神。他们每个人身高长一样哎。对。先练习。好、啊，他居然。他的防御率是3.96。他的球路。哦，很快耶，149哎。他是一个速球。他的球路。哦。中分球吗？没有没有没有。好。追い込まれました。第三球は。はい。哎呦，很快啊！有公文，投速球哎。坏球。接起来，接起来，接起来。不要，这个好没差，这好像不能接吗？啊，其实可以接。是吗？对。怎样的状况下界外接杀也可以？也对，其实他也算是一出局。喂，吓我一跳！没有。吓我一跳，我在挖鼻屎啊！哇，好险呢！终于换了一分，你神投哎！太可怕了！我投了！没关系。哎呦，好啊！好了，还可以再近一点，再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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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完了！哎，你们一上好像就二垒安打哎，舒服，可以追分追分，把他守住了。投げました。初球はカットボール空振り。投球これから2球目。打ちました。第3球を投げました。三振。見事なピッチングです。バッターは8番ビアヌエバ。これが2度目のバッターボックス。投げました。打った。ファウル。界外。投球は3球目。投げた。打ちました。有吧。有。进。哈哈，给我本垒，我就进二垒。哇，好紧张，跟我自己跑步一样。那他很快哎。第九，初球空振り。好刺激哦。差一分而已。哦。Hello。第三球吧。太紧张了，按太大力了，球棒会晃掉。哎呦，接不到。快的，哎呦，哎呀，快投快投！一垒，哎呦 ，out 了，耶，差一点。没事啊，强震。哦，你很厉害耶。哦哦不，同学给钱，送钱呐、啊！我也会超打超远的，好险！第五局了，最后一局了，换你投了，现在是我的最后的进攻机会。我投了，二比一。他怎么斯莱达那边写五啊？他很厉害是不是？哦，很厉害，真的。他很厉害耶！他的球好难打的感觉哦。第二球，投げた。
有了吗？哦，不要，你不要接到漏接漏接漏接，跳起来，嘲讽之跳。哇，这个超滑哎，太扯了吧！坏球。哦，一好一坏。界外，两好一坏了。啊！有了！不要不要不要！喂！不要不要不要！喂，关键！哎，真的？哦，不是我太紧张了，不是你，我忘记了。第9球投げました。初球シュート空振り。好難打哦。第2球投げました。見送って。他也是好球吗？好球。这位置太刁钻了。第3球を投げました。哇！完蛋了！可以了。停二垒，停二垒。怎么回事？ワンアウトランナー一塁二塁となりまして、梅野タイガース追加点のチャンスを迎えています。界外。可以可以。第2球投げました。ストライク。バッター追い込まれました。是我不该挥，不该挥的。第3球を投げました。啊！被掉到了，被三振了。最后一个。第9球投げた。我都到了得点圈了，我一定要进垒。第2球。哦，太快了吧！追い込んで。耶！没关系，我现在守住，不要让你们就赢了。我真的最后一局了，对。哇，你先，不要让我们得分。谁？我打。哦。可以是坏球吗？坏球。来个红中哦，来喽！第三球哦，投げました。嘿，これはバットの根元。哇，布双杀了！为什么？来了！博龙，我来！别掉！不是吧，龙！哇！哎！Game set 了哦，可恶哎！二分之差，可恶哎！哇，怎么都是我在送啊？我也没打到啊，超难打的，你都会打到高飞球哎！哎呦，应该是因为按的时候太快，还是或者是太的时候很紧张，按得很大力，然后他就会那个打击的那个点会微跑掉这样。打高哦，可恶哎！那还好啦，你没有被打爆啦，没事啦，承让，很好玩呢。对啊，刚是那个正常的对战。对啊，现在还有时间吧，我们可以玩另外一个对战。可以。我们来比个人打击，就是有个全垒打大赛。哦，好的。就是我们可以一个人，然后选一位球员。OK。然后看谁的分数打最多，没问题。我们刚刚打成这样，全垒打没问题，这真的蛮 OK 啦。好，看这个，我刚刚看到还可以自己做应援曲，对。然后我们是三个人打，我们现在三个人一人一队，好，建议来选吧。选手，这个好吗？选手，我是 EP， 那你可以自己选队伍，都没差。刚火腿队好啊，谁比较好哎？嗯，没有。这个吗？冬田。黄道士。红软。OK， 我选好了。我都不知道我要选谁。没关系，选个看起来顺眼的就好了。哦，好。你看我长，我们两个长得好像哦，都是单眼皮。多随和，我们打几？
三。哦，直接 OK。好，我们直接我们打五回合， okay. 一样五回合。Go。你想要选哪个球场啊？是东京甲子园。甲子园哦。哎、欸，还有摩天轮呢。大家的梦想。乐天的摩天轮、哦。生命塔。我们来个佩佩摩天轮好了。好。OK。地图好多、哦。对啊，还有在学校。就是真实球场，很赞。飞甲大赛。这是我，噔噔，这是我，好像是宝，巨人队，哦，吉祥物哦，好可爱哦，好可爱，看谁先打呢？哦，我先打哦 ，OK。然后它有不同，就是它有道具赛。所以你可以把道具加在别人身上，哦，对，按了正方形就可以把道具加在别人身上了。哦，好，我开始。Yes！ 我在干嘛？我失败了。哦，一球定胜。对啊，总共打五回合。这是电脑。哎、欸，他也没有哎、欸。直接不打，换我了，换我。全雷打，全雷打，全雷打。嗯。耶、yeah! ，可以哦，哎，刚好哎，一万两千分哎，行哦，哇塞，哇，加油，能不能打出全雷打呢？哎，这也是有分数，两百，你还是比我高。什么？哇，你怎么敲全雷打？全打就分数比超高哎，一点点低。哦，往上敲。好，加油加油！我刚打到。嗯。我之前输过一次，这次可不可以再输？啊！哦！哇哦！好多分！几分？几分？哇哦！超远呢、欸！超远的。强了吧？太强了！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直接发动了，受不了了。这是电脑。哎、欸，他也打，哎、欸，他没有，哎、欸，他打，哇塞，他也打出去了，完了，剩我没分数。换六探吗？我，哎、欸，哦，换，哦，对，六探，对对对哦。认真认真，再一发全雷打，哎、欸， yeah! 又是全雷打，比较啊，没有，哎、欸，没有哎、欸，低了，没有出去，不够大力。哎、欸，我好像放到我自己掏耳，掏耳变低了，是吗？不是吗？哎，有了，有了吧？出去，有出，有出去，有出去就好，有出去就好，不求太多。再次，哎、欸，B棒什么？那这个坏掉的棒子，我如果打乱棒子吗？不要乱，不要乱发动好了。发动有些人会抽到好的礼物，不想赢电，不想输电。又出去了，你也太强了吧！好会打哦，八千分，但是也没有到很疼出。我刚刚打一万六哎，留一点饭给我。两个连续的还会再加分呢。给他，给他，我给他全发，都给他，全部给他，给他 debuff， 全部那个全部的 debuff 通通塞到电脑身上。笑他，好爽好爽。所以他有好玩，就是他可以陷害别人，友情破坏，对，是有点运气的成分。哇，哦，可恶！哎，有打出去，有出去，哎，有出去，有出去，来，可以出。很猛哎，加油！又出去了！啊，扣分！这么快，没还有扣分哇！哎呦，扣了两倍！哇，现在你第一耶，成绩第一名耶！我再一发应该会再加分吧？哇塞，你有再加？哎，负的！我机会了，我机会了！太爽了，两百，被我们欺负吧！我要把你给你，你居然给我！他会投变化球，太过分了！我才放两倍分数哎，
哎呦，可恶，还是有加到啦，厉害人机啊！至少要赢电脑吧。嘿，哦，天哪，好难！哇，全都是底霸，对不对？我要加油。我要在你身上。不准你用强打。不要吧。哎耶！成功了，太过分了。电脑，你要几个超过他？好，再给你个断棒。可恶，不能强震了。速球加断棒，不行，我用断棒打。哦，没力了啦。哇，还是，但你第一名哎。加油，赢电脑，好，赢电脑，赢电脑，加油！来个全力打赢电脑，而且电脑对你超好，他没有用那个。哎，有有有，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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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有，赢了吧？对，有了，四千就赢了吧？谁第一名？破碳吧！哇，真的哎，三万多分，谢谢你，哇！这个真的很好玩哎，就是可以四个人一起来玩。如果不是很懂棒球规则，至少可以玩这个。对对对，就是打狙就对了。没错。哦，他还有额外加分。对啊。哦。下起来。哇哇，你分数好高。我们差很多哎。超可爱的，而且他的动画，他的那个画面很 Q。对啊。直接倒。观众超可爱的，连观众都超可爱的。他们都是二头身，对，头跟身体，而且手跟脚超大一个，好玩哎，这个 OK， 那我们就差不多了。我们刚刚有试完了这个对战模式，可以选球队。其实它这个游戏还有非常多的模式，因为它已经很多很多年，然后出过很多很多代了。它就是基本上过去的那个模式，它也是会放进来嘛。它这次又有新增。东京奥运的模式，那我记得东京奥运的模式，你除了就是在那个他这次新增的，你除了可以选国家为队伍以外，也可以选作为个人球员去玩，对，去打奥运这样都可以。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高中刚刚有说嘛，甲子园，对，还有大学，还有大学的球队，一般的学校，对，然后打到职业的，对对对对，或者就是你是从那个。默默无名的选手了，慢慢打到变职业选手，那种模式也可以。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日职的球员，你去你玩这个应该会觉得很有趣，因为有很多你认识的球员。那如果你不认识，像我就是不认识日职的球员的话，那作为跟朋友同乐打棒球游戏也是很适合的。好，那我们的这一 part 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休息五分钟，等一下回来呢要来玩《刀剑神域：彼岸幽境》，先进广告。Greatness will walk among us, one unlike the rest, one of one, the size of a mountain, with heart to match. He'll move like lightning. Crash down like thunder, a presence that draws crowds from far and wide.The next generation, everything is game. I swore to protect this island with my life. Never once betraying my code.
もしお前たちがここを去らなければ私は一体何が目的なのねえキリトメディナはこの計画の発案者は決して私ではありませんやはりアドミニストレーターは生きておるアンダーワールドで目覚めた俺は勇士をアリスと共にセントラルカセドラルの最上階を目指す塔を囲むように現れた巨大な木突如人海に発生した魔獣その原因を探るため俺たちは人海を巡る旅に出ることになった戦いを通し共に成長し人海の未知なる脅威と戦う頼れる仲間たちが俺にはいる守ってみせるこの命耐えようと私の誓いを果たすオルティナノスオルティナノスオルティナノスまた貴様らを奪うのか母上と私を呼んでいるけれどお前は一体誰オルティナノス家のお姉ってそんなにも重いものなのお前さんがもたらした変化を最後まで見届けさせてくれ私は二人を信じる俺はまだ君を救えていない彼女はもう僕の大切な友人なんだ意味のない生も死もあるはずがない今度こそお前を破壊し母上の記憶から抹消する最高司祭お前のために死んで止まるか狂い酒リコリスソードアートオンラインアリスステーションリコリス世界が君を決して忘れないムカつくバンダイナムコ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一 part 呢要来玩就是刀剑神域彼岸游境那刀剑神域这个 IP 也算是名声很响经典 IP 了啦、嗯、然后它已经出过蛮多款游戏了已经那这一次最新的这个叫做彼岸游境那之前的作品是比如说夺命凶弹是比较类似有点TPS 的这种设计的、嗯、然后虚空幻界嘛也是它就很像那种网络游戏的那种练功的感觉那这一次呢是动画刀剑神域第三部中广大的 Underworld 为舞台然后众人同心协力打倒公理教会最高司祭亚多米尼祭最高祭司哦，最高祭司对亚多米尼，亚多米尼。然后呢，总之呢，会有一些坏坏的植物，坏坏的植物。那这个植物上面也脏脏的，脏脏的。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植物，就是叫做卡兰特，就是脏脏的这种植物哈，还有很凶暴的魔物，就是处理掉。总之就是对，总之就是同人与他的可美丽可爱的同伴们的故事，重点就是这样子而已。OK， 那。战斗呢就是无接缝战斗就是你在地图上就会看到生物啊那些植物呢你就走过去直接开打或者互动之类的对对对直接都可以然后游戏中你也可以去随时切换你的角色游玩的角色控制的角色然后就是用很多的技能啊魔法啊来进行战斗啦、是很类似就是原本的动画中的设定，因为动画就是游戏嘛，对，就是在游戏中进行的，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次也有特别这个培养与队友之间的情感，哎呦，要把妹了，这个最棒的，这个终于演出来了，对，本来都是玩家终于可以自己来了，玩家可以自己来了，玩家可以自己来了，有羞羞脸的画面吗？不好说，这就不知道了，好不好？不确定。总之，他会有一些培养情感啊，累积好感度，
因为这作品大家有看都知道嘛，就全部都是可爱女生，所以玩家一定有自己本命的婆，对，那现在就是有这个系统可以让你自己把婆追回来了。而且哎呦，它上面还说累积好感到一定程度，可以跟队友在帐篷度过美好的夜晚。哦，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OK， 我先去帐篷等他们了。好，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哎、欸，你在帐篷预备好了是不是？对，这是有帐篷，没有啦，在帐篷了。我现在看一下这个世界啦。OK。哦，很赞，画面很漂亮。哎呦，这个是帐篷预备军哦。那旁边呢，就是哎呦，我们漂亮的雅斯娜。雅斯娜。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那个队伍系统，就是可以选的同伴嘛，要带谁出去？嗯，对，那边还有爱丽丝啊、丽法啊，那还有有几有其他的角色。可以看吗？可以看得到吗？没有没有看没有亮的可以看得到吗？可以可以。Oh、my God， 嗯，很多哎、欸！哇塞，赶快选这个帐篷角色。帐篷里克，哎，我们先打嘛，干嘛一直讲帐篷？因为这边帐篷先被来宾吐槽，这边就开始挑婆了。嗯，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想挑帐篷。OK， 好了好了，知音不错，身材蛮好。哎、欸，立法立法穿比较少。立马穿比较少，哇塞，辣辣辣！哎呦，其实我们是可以换衣服的哦，真的吗？对，两个小时先换衣服再说，好不好？哇，换衣服？对啊，因为亚桑原本好像不是穿这样子的衣服，他应该都可以换。哦，这是你，对，这是我。我对同人没有兴趣。蛮帅的。那我们这边就是有，这边有个具现化服装，具现化，对。我们现在是只有这个，没有没有进去，还有哎，是什么？哦，喂，太辣了吧！深藏不露，原来你身材也那么好啊！为什么两个碗在放两个碗在那个？哇，这种容易曝光吧？对呀、啊，哦，这么可爱哎，服装哎，女仆也很可以，赞赞赞！他有黑色剑士，这一套的一套的，哎呦，情侣装，很可爱耶！那我们要穿哪一件呢？就是完工了，就是、没有了，没有了，工装。哇塞，还有贝雷帽哎、欸，好可爱哦、喔，真的。好确定，那其他角色也可以，也可以。哎、欸，这太扯了吧，这个很重装很帅哎、欸。哇，哇，哎，他也有，他也有，每个人都有是不是？全部换成碗，没有了，开玩笑的。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同人好了。同人衣服，同人也可以换碗吗？比较他有碗的话，确定？哦，他很多哎、欸，他很多哎、欸，毕竟是主角。学生制服，对，还有上级学生初成。午夜大衣，这个这套最经典了。嗯，这套蛮帅的。哦，雪风，还有战甲耶，白银。哦，他这个就是黑色剑士。哦 ，OK。哦，好，换衣大概就是这样子。哦，剑的话其实也有剑可以换，好帅哦。嗯，然后他们这边呢，就是，它地图其实很大哎，它那一整个城镇，然后上面都会写就是剑的等级，因为它其实除了主线以外，还有很多的支线可以过，它的剧情是非常多的，超多的，这全部都是哎 ，other quest 都是哎，对啊，所以这边都可以过，然后这边就是它的技能。这一次的系统其实还蛮丰富，就是你可以练的方式有很多。那么一般就是会分为就是像辅助攻击，然后跟防御。嗯，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同人玩的很多变化，它不一定要当攻击手的话，你可以这些技能的树状图，你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去点。哦。对，你就可以开启不一样的技能，然后做使用。嗯哼。可以玩出自己的同人，对，然后非常慢的同人，这不再是很快的同人，这不再是很快的同人了。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如果在那个技能地图有点到技能啊，这边就可以去做切换，就可以选择你想要放哪些技能上来做使用。然后这边都有技能的一些威力啊，跟它实际的可能是什么范围的范围技，还有它就是单体连击之类的。哇塞，残暴失力点。然后这个就有点像他附属的能力哦，对，像被动技能了，对，被动技能有什么攻击力加成啊，还有识破弱点、暴击率，钢铁力、防御力，对不对？对，防御力，你就可以随玩家去做调整。嗯。
还有哦呦，这个经典的剑技之神髓，总之都可以自己选要装备哪些被动的技能这样。对，像我觉得我的防御力想要换个消耗 SP 减少的，就可以这样把它切掉。连级之极，看来要快起来了。好。哦，那其他角色也是哦，对，都可以帮他们配吗？对，每个角色都可以去做这样去做调整。所以如果队伍带出去嘛，然后角色都会上场嘛，所以我们可以可能亚斯娜就辅助啊，爱丽丝防御啊，同人就负责攻击。可以自己配，但当然你爽的话全部配攻击，对，全部配攻击也可以劈下去，对，很丰富。然后这边就是可能就是他的装备。可以去做更换，但它那个具现化服装你换了，它不会影响到你的素质，它只是外观，它就是外观，对，哦、那个外观，那真的会影响，可能就在这边，真的是装饰用，对这一些，哦，这些就真的是会影响能力的。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去打怪，解解任务吧。他们说金色的就是主线任务，粉红色就是支线任务，还有一种黄色是角色特别的任务，这样子。可能就跟那个角色的个人剧情。对对对。哇，这种如果真的要全部的任务都过完，然后全部角色的任务都过完，很厉害，很厉害哦，很有爱哦，很花心哦，很花心啊，很花心的部分。好像听说除了跟就是女生角色可以培养感情，其实其他所有男性角色也可以。哦，也可以吗？对，也可以。也可以跟男生进帐篷吗？就当然你们可以好好发展你的友情啦。哦，没有剧情吗？也有没有剧情呢？好，那么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刚好这边有个船点，我们就直接快速移动过去。哦，养蜂场，对，就不用全部都要用跑的话，要把全部任务解完。下一代应该已经出了，因为它的地图是真的还蛮大，不管是城市还是外面，啊、所以它这样的设定蛮贴心，你可以直接过去。不过可能有些船点是要自己开啦。哦，到了这里了。哇、哎、哟、哦，卡兰特就是你。哎呦，坏坏植物。对，坏坏植物。然后这有一个可能不要很小的。哎呦，那我们就这样打他。哎呀，你已经被抓了，他先攻好不？他好凶哦。快快，同人快！加油加油加油！这感觉好硬，他很硬哎，你喊他几乎都没有扣二十。哇塞哇塞，有后人了！水平方阵斩，呵，嘿，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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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了吗？哇塞，好凶哦！在，回回回悠他，他在休息耶。有个在，有感觉有个在偷懒呐。他意思感觉就一直就只是往前走而已。啊，立法哎，立法，防御。哎呦呦呦，还是不能打植物哎。你要把这个先把三打腻了，他要打腻了。防御，防御，防好，价值防御。哦，有，有。哎呦，吓一跳，我以为他要咬你了。三猫，三猫的血还好多哦，好硬哦。现在扣血了。啊。雅斯娜撑着啊！哎、欸，他自己偷袭，这也太硬了吧！哎呀，快！擦擦，小心！对，哦，是系统很多哎，其实。哇、哦，起飞了！直接被他捞飞！这头大猫很强哎。很强哎！哇，他很强哎！哦，成功架开攻击。耶哟！哇，你已经打了20%了，还有80%。哦，我连到了吗？哇，好帅哦！再来，再来，哇！哦，扣超多哎，扣超多！哇，这个好痛！好痛哦，有连插超多的啦。40，有。有有有有感有感。来啊！耶！哎，还不是吗？然后要砍这个花花。好硬哦！卡拉米，他也会打你吗？兰特，
他好像不会打你。啊，他就是一个植物而已，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这样普攻打打坏对方。好，刚好练连招。真的。你连那个紫色应该是那个练习器。哇哦！哇！哦哟！哇！飞起来了。什么？我是不是按错了？我刚刚开到那个超凡机。等一下，你看那个穿金色盔甲那个到底是干嘛？这是看好戏。他是不是在混？是不是在混呢？白老哦，还是你控他算了。好痛啊！连吸气。哇塞，好痛！哎，这好痛哦。差太多了吧？哇哇！死了耶！打起来很有爽感，很有爽感。对啊。你平常砍他一两百，然后弄一个招砍下去一万是怎样的？哦，差太多了吧？好，那我们要再去下一个地方。是的，这个是蜂巢附近的卡兰特。对，我们再来要直接来去过主线这里。它有很多很多系统。这个传点在这儿。好像没办法，如果要真的比较就是顺顺的过的话，那些系统都应该要还是要使用。不然你一直按，你一直按框框这样子普攻砍，超级慢。对，一定要按出那些技能，然后连到才行。而且同人就是要这样开挂才帅。也是啦。那，尤其威尔利亚村，异色同人。嗨，好可爱哦，金色盔甲这个。魔兽募集情报，我们要先去找村民询问，询问一下。村民，你知道吗？这是道具店。那个爱心是什么？这个，这个是培养感情的地方。我们先目标要先达成，先不培养感情。对，我们先把儿女私情先放在一边。对对对，在哪里呢？还有那是鱼吗？还有钓鱼耶！怎么都没有村民？因为在下雨，可能是因为不想要淋雨吧。哦，对，现在下雨天，有道理。这个吗？问一下他查好了。嗯，他是买药的东西耶。三角。哦。哦。お願いがあって。哎呦。好。ね。OK。巨花魔兽。啊，不就我们打赢的吗？对哦，应该。他还要再打是不是？任せろ。よろしく。好，我们去帮他。讨伐指定的敌人。好，好，打他要的魔兽。可爱的小妹妹，在哪里？应该会写在哪里，对不对？好，按错了，按到了。这个吗？哦，这里。好。药草田的魔兽。哦，在这里。嗯。哦，那可以传送到哪里？就是蓝色那个吗？哎，可是中间好像有河，好像过不去。哦，直接走过去就好了。过去好了，好。但我们还是标一下好了，我怕我迷路。非常好。对，有这观念是不错的。而且你看，它就有导航，我跟着走就好了。我极度需要这种。你是不是最喜欢这种？没错。不然我一定不知道要去哪里。嗯，我也是，我很常跑一跑就迷路了。都在刚刚那个村庄里面跟那个妹妹聊天吧。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走不出去。看到村庄就很安心，不要再出去。一出去就会怕走不回来，就不想出去。跑一跑都觉得每个地方，哎，好像这边来过。对，对，森林都长得蛮像的。这边可以练刀。你很暴力哦。我看一下，大家都拿，大家都拿出来。怎么了？有敌人吗？怎么了？有敌人吗？好，走。啊，其实地图真的很大，而且看它上面其实还有标一些
就是坐标出来。我们不要打，不打，略过。我们先不打你。没空理你，不好。再跑。我这边亮亮的。它地图应该有蛮多地方可以去探索的。好远。对啊，有山洞哎，可以躲下雨。是不是？所以有开船点很方便的。对啊。超捷径。三位美女雨中狂奔啊。他们是穿高跟鞋，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情，多累啊！直接插进去。我想说如果穿高跟鞋，我一定会。要到了，哎、啊欸，是要到了吗？快到了。那个火，那是火，应该不是他。哦，哇，还有300公尺，哎、欸，很远，而且怎么感觉绕圈圈啊？好远哦！对啊，这是正常的吗？你有没有走错路啊？司机，你是不是绕路啊？我该不会导航导错地方吧？然后一看，都跑超远的地方了。哦，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快跑！好帅哦！很帅吗？我觉得超恶的感觉。哦，没有看仔细。但突然觉得那个村民要跑那么远的地方去采药草，也是蛮辛苦的。也是哎，仔细想想，非常有道理，不科学。要打吗？这是小只的耶，这是螃蟹耶。好硬哦，搞什么啊，螃蟹这么硬哦。里面斩。爱丽丝砍下啦。正好在看好戏。真的耶，好笑耶，这个人。哇。哦呦呦呦。出大招耶。死了一只了，可以，不砍了。感受到了，试试看。这些小谢谢也是。他们会跟上吧？会，要把他们脱离战斗。哇，好多不同的魔物在这里跟上，都是，全部都是。而且他们好很多都是感觉都是被动的，人还蛮好的。我不攻击你，你就不攻击我。真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的时候比较安心一点，对，至少不会突然被揍。那我们往哪边走啊？路线在，对啊，我的导航，找到了。右边吗？右边，哦，这一边。导航，看到了。也太远了吧？音乐不一样。这个采药的姑娘，我个人给予高度评价。对，跑的才太远了，太认真工作了，很心疼她。贴近路，对，直接切过来。你应该开那个地图，然后箭头对准那个目的地之后，就直直的走过去这样子。好。那这等一下超远的吧？我怎么觉得要到了？就在附近了。你按右方向键的右好像可以看到小弟。哦，还有一百四，哦，快到了。哦，他在上面呢。我的天儿！到了。终于啊！来了。哎呦，20等哎，他们很凶哎。黄铁花，
硬哦。它其实是一只，然后连在一起。好像是。三只，三只。哦，是三只的。三条蛇。很硬呢。哇。他们是小的，对不对？先打完小的，再打大的吗？还要再打大的吗？也太多了吧。有三只小的时候，三只大的。那也不帮忙啊，他们都很热闹。雅斯娜还好吗？啊，不会帮忙哦。雅斯娜可能因为他本来就没什么，还没练技能，还没练起来。好硬呢、欸！我们二十一等，然后怪物二十等，但是也是不好打、欸。嗯，很等级的。真的要利用他的系统才可以打得比较顺一点点，真的蛮难。嗯，而且同人的血丝很多哎、欸，看一下什么可以放的。放个魔法，他会不会比较怕魔法的东西啊？哦，哎呦，连续连续，飞头，体力够。同人的 SP 不够。你快死掉了！你快死掉了！真的耶！快点，快点，快点！好像可以施法，对不对？毒血。对。马上要角色。回復する。不要。雅斯娜居然有一个被动是耗战系统。他在旁边站成那样子，跟我说他有耗战性。左边的位置。哎 ，L 兔是换角色。对。那我要施魔法换。再按一次。再。有超凡技可以开了。嗯。来了，死掉了一只，这也太硬了吧，雪花。哎呀，别了。哦，他其实有一点需要抓他那个节奏。对，不能就是随便乱推，不能无脑连打。对，所以其实蛮困难，蛮技术的。竟然是打混呢，而且是不演的那种打混呢，我就摆烂。有了。有哦，酷，最后一只，没死，像一直砍人那个就会回复了。
像 S P 是有三格，镰刀还啊也是啦，太多的话让镰刀结束。好像有三格就最好，才能连到比较痛。比较熟了，它的系统其实还蛮多的。对，它如果要打高伤害出来，其实真的是需要练习一下，然后了解一下连招的系统。对对对。哦。好，那我们现在赶快回一个城镇。该回城镇了吧？观众等了这么久了，差不多该到帐篷桥段了吧？该。该去帐篷。等很久了。该了，该了。究竟今晚能不能睡到呢？把想这个邀约的女性角色切换到队伍第一顺位，现在就是雅斯娜，我们就跟雅斯娜，好啊，就是雅斯娜。嗯，然后他就说：“我来跟你讲步骤啊。”然后他说：“到城镇中寻找有爱心的地方，就是好像可以增加好感度。”嗯，约会场所。那其实我们雅斯娜好感度好像蛮高的了。嗯，所以我们就直接搭帐篷。对，我们就直接去帐篷，直接抱他去帐篷。好哎，哎呦，进步那么快，你们很主动哦，你们很激，很激进哦，很激进。然后帐篷就在这里，什么？直接抱回去？好，我们再把他抱进去啊，先跟他说话，跟他讲话。哎，不要走，不要走嘛，雅斯娜，你害羞了吗？他害羞了，赶快把他撸进去，抱住，抱住。公主抱，哇！哎呦，他很开心哎。一局我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没有。啊，对耶。有别人怎么办啊？我们要偷偷来进帐篷。我进去。有别人的话怎么办？有别人的话看到会不会以后出去跟同伴他说，你们那一天上次抱回帐篷，以为只有我看见，好像就是有什么声音。聊天你一直发出笑声，怎么回事啊？哇，妈呀，太赞了吧！有床，直接抱上床是不是？陪同睡觉，来来来，直接睡了，直接睡。哇塞！那我们就推一点吧。干嘛干嘛？聊战争的事情。推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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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一点。我们现在来个那个聊些什么？哦，聊对方的事情，聊对方的事情。好，赶快增加友好度。对。就聊一些恋爱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很容易失败哦，而且一失败的话就是大家各自一觉到天亮，不用多说。啊，那我们一定要成功啊！想想我们要怎么好，为了观众，对，没错，加油！可以跟他说哦，你好漂亮哦之类的。这种时候。这种时候要到底要讲什么比较得体呢？我不是说 dirty 哦，我说比较得体，比较得体，就女生不会排斥呢。你说一聊躺在躺在床上，主要聊什么？聊说今天这个床软不软？今天过得好不好？你这个记忆床垫好舒服。这个记忆床垫还有我上次来的那个形状在这里。超姐还说什么？亲爱的，你记不记得？你的枕头在哪里买的？好舒服啊！太夸张了。都聊个什么啊？感觉好像好感上升呢。他蛮喜欢的哦，聊些哦，要聊一些恋爱话题。现在洗一些这个成功的，喜欢恋爱的话题。我觉得已经很 OK 嘞，你觉得可以进一步了吗？不是，再聊一下好，再聊一下。好，直接进去了，还是我们凑的近一点试试？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好，我们凑近一点，近一点，他话题会不太一样。近一点，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啊，聊食物，聊食物。啊，哎呦呦呦！再近，再近，再近，近近近。啊，凝视对方。哦，没有没有。二三，有吗？有。他有吗？有吗？有睡到吗？Oh my god！ Oh my god！ 恭喜！我要这样主持，大家稍等我一下哦。一起这样，主持人全部躺下来。
哇塞，哎呦，这也太辣了吧，干嘛、啊？穿睡衣耶！五分，这篇五分。五颗星，五颗星，薄纱耶，薄纱耶，对啊。差不多，我看就是这样了而已。好吧，我失去了这个主持能力，大家等我一下。好，没有，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上周得奖观众的名单，我们来看一下。台南的廖圈圈，然后还有新竹的彭圈，另外一位也是新竹的苏圈安，恭喜你们获得我们 Ghost of Tsushima 的海报套组，恭喜。OK， 那今天呢，我们试玩了两款游戏，一款是这个 eBaseball Powerful Pro Baseball 2020，那第二款就是这个香香的刀剑神域彼岸游境啦。那大家对这两款游戏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再去研究研究喽。是，也感谢陈一来。没错，感谢你，希望你以后再来陪我们玩。PlayStation， We all play。下礼拜见，拜拜。